春暖花开，这座城市也渐渐开始有了温度。定格已久的人们按下了快进键，返岗复工的热情纷纷释放。他们是一个个平凡的劳动者，是他们用初心出演不同的角色，也是他们以行动诠释着自己不平凡的使命。准备了一个千架无人机灯光秀的这样一个活动，在国内疫情形势好转，各行各业开始复工的这个时刻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五一劳动节里，我们希望用这样比较高科技、比较新潮的方式向全世界的劳动者致敬，特别是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敬。病毒无国界，人类共命运，加油。致敬每一个平凡岗位上不平凡的劳动者。